一张褪色的照片，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，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。无法承受迷人如爱沉默在深秋，是那么难吗？是的，总是。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歌喉，爸爸姓夏，给孩子取了个名字，老师从来不敢点名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下课。不对。下学。不对。下操。不对。那是什么呢？If you're not ready to go home, can I get a hand up? Cause we're gonna go all night till we see the sunrise.以前我老希望别人认可我，后来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下课不选吴拉芳，工作事业能成功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很多男人车都开到家门口了，还要在车里坐几分钟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发信息，宝贝儿，我到家了，不方便聊了，然后再删除聊天记录。刺激。